生大帝，本名叫五常，嘛尊称为大道公。在一般百姓心目中，伊是一个救世救民的英雄之神。传说五常乃是宋朝福建东安县人，嘛是天顶的紫微神君来降世。伊的医术高明，救人无数，真侪神奇奥妙的代志，像是断魂救朱仝、面罗医后病、丝线过静脉、治冷病，拢是流传民间的故事。五常是神医，嘛是救星，也毋过对父母来讲，伊算是一个天大克星。紫微神君，天下病魔由我运行来通关，百姓生死自有定算，唔免你来插手。微臣，我袂当安尼讲，那是你掌管不严，各地方病魔危害民间，害死无数百姓。天庭原本神君下凡显现，救你，你无甲天庭请罪，颠倒怪罪了凡心，你真是自大妄为啊！这是我甲天庭的代志。唔免你多管闲事。王母娘娘神旨已下，命本神君即时降世扶摇，请你莫不作动。凭你啊，想要降世降魔，先过我这关再讲讲。哈！这一切都是天意，也是关帝教。天师啊！天师啊！病魔由我统管，因的生死是由我定断。我爱因死就死，爱因生就生。王母娘娘，你派紫微神君投胎转世要对？我是无甲你扣在干内。果然是紫微神君投胎转世。来人，在。今仔加油，有生甲无生，爱你甲胎死。是。天哪！阿玲，阿玲，阿玲，不要！放心，我的囡仔，啊，哎呦，囡仔幸福，囡仔幸福，囡仔幸福，你看见囡仔幸福啦！唱一个，我扛你来公安室做人压手。啊，苏大，请你来救我的囡仔，请你来救我的囡仔。别放屁，要不我就对你无客气。你卖小心，我们再一台戏。啊啊啊！记住，记住，记住，你看见种子，记住，你看见种子。所以请你请用这个囡仔，大汉了后，把这交予伊。门若打开，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故乡的残垣。真是啦，真是，真是，我安怎无？哎呀啦，囡仔死里腹肚内啊！啊，你话，阮这查某囝安尼腹肚疼啦，腹肚是咧疼啊！啊，没事，乖。啊，你老妈死里腹肚内啦！安尼哦，安尼安怎？你两个腹肚不多疼啊？好咯，我内面病人遮济，我爱烦恼好势啦。你来拜托伊啦。我两个人，我烦恼好势，真系。我忍啦。
夫人啊，赶紧赶紧！什么代志啊？你赶紧离开这个东安关！什么？你都不知影乱冤枉，伊安尼发生这个怪事啦！咱东安关所有大巴肚的查某人，拢总发巴肚疼，啊，连囡仔拢死伫咧巴肚内，你知无？你敢知啥物原因？我嘛唔知影乱冤枉，所以你就爱赶紧离开，去溪州恁大姊遐住一阵嘛。遐若无唔多，你若染到迄个怪病，咱五界绝后事难。那嘞，你陪我去啊！我陪见你啦！我即马点来哦，迄病人还阁偌济嘞，等下我要看病。你先离开，啊！我烦恼好势，我就去恁大姐遐找你。啊！你路中都爱小心，你知影吼？你怎啊才说你？我猜，紧来离开，紧。玉皇大帝圣旨到！你看大老爷，玉皇大帝来嘞，你当遐啦哈！哎呦！不是玉皇大帝来啦，是玉皇大帝哦派人送玉旨来啦，快点赶紧接旨啦！好。泉州府同安县土地接旨。泉州府同安县土地接旨。别闹，快点讲啦，快点啦！天庭工作查埔，文臣监督不周，并无扰乱民间，残害无辜生灵。本地派遣着几位神君投胎降世，行医救人，这是人间无常之好事啊！不料文臣阻挡，一直要加害着几位神君。本地命令两个人以及雷公电庙全心全意保护着保生之主，一直到伊终大成灵。命死！这本天珠叫做《珠界药方》。内底记载着五星华种救人的毅力，我们两个特别交代，一定爱恁两个人亲手交予保生之主。是，老朋友啊，吃够无快啊，无老嘞，跟我十两杯啊，讲唔来。无喏，光明在心，不便久留，多谢。好，皇上。对，真无站站嘞，啊，别看我呢用一日呢，麻烦过来啊呢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啊，你拄则无听安尼讲哦，迄雷公电庙哦，伊嘛有分呢。安尼嘛，咱嘛将这份工课哦，派予恁两个爱看电视的，咱卖插伊啊，等我困啊。哎呀，困得困吗？哎。哎呦，安尼着流口你啊！啊，我困了，你就随去困咯啊！吼，啊，你实有影哦，真正厉害啦！你这，哎呦，啊，我巴肚，土地公，土地婆，小水，哎呀，小水了！
哦，有小子也好。这哦一定是难产啦！啊，他要顾囡仔哦，就无得顾着大人；啊，他要顾大人，就无得顾着囡仔。啊，他这下要安怎就好啦？哎呦，啊，他怎么好啦？哎呦，好啦好啦，你好。啊，安怎？姑娘啊，姑娘啊，我拜托你，一定要将我这个囡仔看保掉，好我搞有数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我知啦，你赶紧来赶紧来一个哈，赶紧来一个，赶紧来一个啦，夫人啦，夫人啦，夫人啦，哎呦，安奈安奈啦，啊什么话去就去啦，这下你去啊，啊但我唔知要安怎啦，啊这个囡仔到底安怎就好，啊这个囡仔，好，今日喏，我托你婆拼这条老命，阿要把这个囡仔拼出来啦。前间咧，我遐蛮袂记你了哈。哎呦，那我是三伯了。嘿嘿，老妈，啊你是对共头无这个囡仔啦哈？嗯，什么人头无囡仔？这个是我接生的呢。啊啊啊！囡囡仔老母咧哈？足可怜的啦，啊都还袂囡仔袂出世哦，老母就过身去啊啦。你看，你遐无？哎呦，啊你讲的是真清楚啦，啊我是听到咧呜沙沙啦。老爷。啊，几间房间内底啊，那安尼香公公，安尼金光闪闪啊，哈！我甲你讲啦，迄紫微神君哦，已经下凡降世啊，就是伊啦。师尊，东安关林家珍两个囡仔，全部拢我夹死啊！真好。师尊，东安平的东家、李家、张家有三个囡仔，嘛拢叫我拆只萝卜咯。紫微神君。看你有偌大本事，你也难得着我手中心。师尊，师尊，你是安怎？丁家庄一个囡仔，叫一个臭尼姑救走。什么？下乡大胆破坏着我的好事？来你啊！在。全部出动，把这臭尼姑甲玉女拢甲抬死。是。你是阮神，我唔对，大家来吧。大姐，一个囡仔，甲你有啥物深仇大恨？是安怎？你要赶紧杀出来？这是怪代志，这个囡仔有可能是紫微神君投胎的转世，专门是要来甲作对。今仔日我若无做，明仔日就是要来灭我。阿弥陀佛，既然伊是紫微神君降世，那安尼伊就是要来造福众生。你为着你家己。要把这个囡仔杀害，真是罪过，罪过！你莫多加念经，将囡仔放我。恕难将。那呢？你都莫怪我心怀手段。师尊，嘿，你搁走去啊？要出血了，都给加死！是。
师尊！报告师尊，阮伫土地公庙又发现一个拄出现的婴儿。恁有甲驾驶？伊伫土地公庙，阮唔敢入去咧，真是无路用。倒去！夫人的房屋，土地公庙。你真无站站的你啊！你今嘛是你讲啥？你来讲出来。我也甲你讲啦，你唔免笑笑啦。迄天庭哦，早都已经下令落来呢。明年阮两个公婆，啊，搁有雷公电庙，要保护咱这个保生圣婴，长大成人。我甲你讲哦，假使讲伊若有啥物失格差吼，我绝对吼袂放你干休。嗯，对啊。啊，你是要安怎哟？哈？哎呀！这是要来？啊好啊，要跟你拼！啊，快！哎，挡我掉，挡我掉啊！小弟，你讲前面就跟斗三江啊！别这个话啦，你是跟斗三江啦！啊，我来，来斗三江嘛！呀，快！这是要唔啊好啊，要跟你拼！一，快！你来斗三江。好。子子子子子，下来！老高，这个囡仔，怪用吹气要给收掉。嗨！嘿，你臭混钱啊！你外派，我等到老嘞，高对墙啦，我都我咧惊你哦。好啊啦，你们他妈臭蛋啦！啊，咱人来走外远去啊，那是好个仔啦，雷公电庙甲咱斗三工嘞，我带你们四脚向上天啊！好啊，卖讲啊这啦，紧来，紧个变出来，紧来。啊好。五通啊，啊你著听清楚啊，你的囝是天上的紫微星君啦。下降来转世啦，以后就是要行医救人啦。我是土地公，伊是土地婆，我是皇都王母娘娘的交代，特别送这紫微鹰啊，甲这朱雀药法啦。希望你的囡仔若大汉了后，你上这本册，予伊好好研究。交代的言语，你要记记在心啊。老诶，你来去哦。好。我拿这本册，朱雀药法。那无字，无字，拢无字。风吹又会化黑，穿乌。通用开，止疼；川贝化痰润气，四有相合。阮若打开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故乡的残垣。
暂时予阮思念想袂转，故乡故乡。